同台为我传情赴天呢。你与同手似雪之前，你同是佛祖宇宙本是其实，你同繁华龙火火火火火火。相声名家戴志诚，相声行里非常红，曾和刘欢来搭档，艺术之花放光芒，小学搭档说相声，艺术之花装心中。阿三立、白全福指导相声很投入，郭荣奇、常宝庆相声大师都有名，受过名角的指导，相声精髓学不少。北派大师李百祥又和姜昆来搭档，二人搭档说相声，耳熟能详都好听，五六相声界代表，代表作品也不少。生活中的戴志诚，两次婚姻才成行，经历两次的婚姻，曾经结婚又离婚，如今夫妻很恩爱，演艺圈里做表率。首任妻子叫杨磊，喜剧演员很娇美，两人结婚又离婚，短暂相处罢手分，结婚以后没多久，聚少离多就分手。夫妻二人罢手分，接着认识了原因，两人认识恋爱中，重新组建了家庭，虽然年龄差八岁，依然牵手配成对。原因曾经也结婚，经历失败的婚姻，两人无话都不谈，成功牵手恋爱谈，结为百年亲近好，各种幸福不言表。原因内地女演员，出生东北不平凡，电影学院来毕业，演艺生涯迈台阶，毕业分配北影厂，演艺生涯有影响。报警行动电视剧也被观众记心里，玫瑰花园的圣诞，刑警使命的高兰，刁蛮公主的阿奇，一林之妻演话剧，热血兵团李红霞，精湛演技顶呱呱，康熙微服私访记，饰演容妃好美丽，大家庭中金小红，各种角色全都行，还有爱在上海滩，演绎道路翻新片。自从认识戴志诚，两人恩爱不能行，夫妻二人很恩爱，齐心培养下一代，恩恩怨怨成过去，希望彼此早忘记。婚姻虽然被诟病，两人一直很坚定，懂得爱情的保鲜，彼此责任肩上担，相濡以沫的恩爱让人顶礼又膜拜。爱情没有对与错，只要曾经付出过，是非对错难定论，我们无权去过问，是非恩怨成过去，有缘之人才相遇，祝愿爱情能长久，相互扶持到白首，那个到白首。不为保养白白和出轨，沉鱼翻旋不退娱乐圈，奉行工作是员工集体辞职，放心翻红啥都在对，闹乌龙的咋啦评委会，翻页作品特务出错，明知为何叫二堂微博胡思，网友们大呼狗血，谢谢谢。